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睇10月8号嘅司机金中午直播，我系好德。咁而家为大家咧报告一下天气啊，黑色暴雨。不过咧，大家就唔知道开心就唔开心啦。其实下周咧继续都系有个市噶。OK， 咁就先讲一下司机金嘅单位价格，最新系135.5786啊。啊，头先讲话有啲朋友喺度问紧，究竟下昼有市定冇市啊？答案咧就系、是、继续有市嘅。有啲朋友喺啲 WhatsApp 讲笑，系咪咧要顶住唔好11:45先发咧？等啲笔水咧可以沽下货，讲唔切咯。OK， 嗱，不过认真啲先。認真啊！如果尤其是對聽緊即時嘅朋友咧，係緊要啊！而家11:45發咗黑色暴雨啦。根據聯交所嘅網站啊，佢好似冇一個特別嘅新聞關，即係個公告關於今日嘅。不過佢講清楚㗎，如果嗰個黑色暴雨咧喺早上交易時段，即係頭先11:幾咧發出咧，就係、是、會繼續交易進行收市嘅。所以咧，我見到有啲朋友啦，就講話下週可以同啲同事好輕鬆喺度吹水咧，其實就唔係嘅。咁繼續做啦，大家啊，最多我請佢哋食下午茶啦。好嘅，咁所以下晝咧，大家要繼續做嘅，唔好咁懶得，唔好咁懶懶豬啦。OK， 好咁啊，講下正題啦。今日其實我冇心機啲股票咧，咁要俾人放血咁啊，好多人都問下係嘛。咁啊，先講琴日美股先啊，美股咧就好似即係大家關心都係啲科技股啦、納指啦。咁啊，正如之前讲，大家都系望住条100天线做嘢咁啊，绿色呢条啦，咁啊嚟嚟去去都啲位嘅，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生不容易死不甘咯，而家就好似咁就咬住，咁但系又唔系好差嘅，不过始终咧，我自己觉得就我自己就偏中性一啲嘅，因为始终咧啲十年腰咧又开始发力啊嘛，系嘛，即系如果有我记得有啲朋友咧。都抱住 short 下啲treasury 嘅，咁開始見到真係開始一陣一陣咁去翻1.58啦。咁1.58咩意思？你睇翻個圖啦。如果大家記得咧，上一次咧實得比較金對個股市差，即係美股啊科技股差啲，就係即係4-5月嗰輪咁樣急插落嚟啦。咁收尾其實啲腰叫做回落翻咧，就所以炒咗一陣嘅，即係6-7-8月點解即係應該5-6-7月嗰一個大比較大嘅反彈，某程度我覺得彭醫覺得係即係一個幾，我覺得就比較重要嘅解釋嘅啲，當刻啲債息落翻去啦。咁啊，當刻其實講都未升到1.7嘅，1.5、1.6，大家都好驚啊。咁其實而家你見我使啲債息咁樣升翻上去。咁啊，始終我覺得大家都會避忌下嘅，咁所以喺而家嘅情況底下咧，就有啲糾結嘅，咁啊就話即係好似短線就喺度咬住，但係大家又望到啲息喺度咁樣上去咧，就有啲灰犀牛，跟住又諗一諗，會唔會就好似重蹈2018年咁，最尾年尾先咧衰收尾咧？咁而家就係咁，你見琴日咧美股彈嘅時間咧就。當然，如果睇得好短，都係最尾都係冇乜力啦。咁但係我又唔想用依、那個即係過分短嘅短線嘅角度同大家分析啊。不過其實又唔係即係好振奮，唔係好差，但係亦都唔好振奮咯。所以咧，我覺得就算跟翻下咧，我自己就唔會太認真咯。我想講，因為我都即係有啲真係即係只可以，就算加都係翻啲真係強勢少少，一部分都得嘅，但係就唔係隻隻得咯。所以嗰個。分化都，但我覺得就偏大咗少少嘅。OK， 你見到其實就咁樣升納指，都係升一隻咁啊，中段再升得高啲嘅，咁但係最尾其實都有啲跟唔上，咁啊所以我覺得就唔好睇太淡，唔好睇透，中性啲。我覺得對美股啊 ，OK， 咁就港股啦，係港股要我先多嘢講啲，其實係港股咧就琴日就。喺筆水未翻嚟之前咧，咁成交就唔係好高底下咧，就夾咗啲上去嘅。你見琴日啊，琴日升咗，琴日唔好意思，琴日係我係啲同事頂住個市升嘅時間，我唔使講啊嘛，我就講。好，即係琴日就夾咗成幾多點啊？3700-700幾點啊 ？OK。今日就好開心咁，全好少見啲咁嘅情況，咪一路炒上去咁啊！
咁當然啦，琴日就夾高啲 tech 就嗰啲理由咧就一般般咧。你問我，不過最緊要就我都話，即係去到太節度嘅時間咧，其實就總係唔需要好強力嘅理由咧，都可以反彈下嘅。因為即係你要估嘅都估得七七八八啊嘛，咁你少有只需要有少少新聞、少少遐想、少少買家都可以喐下嘅。不過係咪一個大浪咧？就即係要多啲嘢配合啦。正如美股，我覺得佢唔跌咗，因為個壞消息嘅唔算好多啊嘛，咁又所以其實而家就個市場就比較neutral balance 嘅，即係其實就睇下啲嘢點樣發展。我覺得就啲科技股去到咁樣位咧，就又好翻啲咯。琴日你話即係美團突然間好翻晒，跟住我都喺度同啲同事講笑。咁之前嗰啲社保大家又唔記得咗，阿桑又講得幾好啊。到遲啲又講翻個市差啲嗰時又記得噶啦。咁呢啲就係咁咯，即係好即係要反彈嗰時唔好太認真啦。OK。咁啊，整體咧就琴日大家就可能個態度就諗住炒起定啲北水外股就俾北水接貨嘅。不過今年有幾次經驗，大家都知啦，就你炒高咩仲開心，啲北水咧就一齊幫你沽貨添。咁啊，今日咧就其實就有啲慘慘豬嘅。你見個指數又唔算好慘，個指數都係突然間即係唔知點解好興奮咁，住琴日咁樣繼續去，跟住就俾人開始沽落嚟啦。但係背後咧，其實我見到今日就比較明顯就係啲強勢嘅股票拍板塊咧，就其實都有個幾大嘅估壓嘅。咁其中一個你睇下即係指數其實就到去中午收市嘅時間都倒跌翻啦。咁 但係其實指數以外咧，其實個分化都幾強烈嘅。譬如你睇啲 small mid cap 啦，恆指嘅 small cap 啊係跌咗2.7%。恒指嘅 mid cap 跌咗1.6%，咁你見即係指數大嗰啲咧就硬淨啲，咁硬淨啲背後原因當然就係因為雖然嗰啲 ATM 叫做都係開始中斷冇力啦，但係都叫做有啲表現。正其實琴日都係因為佢哋得啦，你見中騰訊啦呢只阿里巴巴京東係嘛，全部都係呢兩日其實就即係有得升都係靠佢哋，不過都某程度都落翻少少，其他嗰啲咧就更加唔使講啦。咁頭先講邊一個強嘅股近嘅比較即係遭殃啲，就當然就係啲電力股啦，即係無論係嘅 A 股同港股都一樣嘅，即係總之碰電啊、煤啊嗰啲咧，基本上都即係諗翻晒。你見即係譬如我哋最講得最開心啊，啲 IPP 啊、啲風能電啊，三睇先係啦，8361呢只我都受害嘅，我都俾人放下血啦。不過即係講真，都喺即係之前叫做食過下糊。咁同埋都即係覺得跌嗰陣時，你硬係覺得點解唔喺24蚊沽晒佢啦？不過啲金額咁樣殺落嚟都幾金嘅講真，我自己覺得啊。咁除咗啲電相關嘅，其實好多即係我覺得強嘅板塊都係有少少可以轉一轉咁啊，shipping 嗰啲啦。我見有啲人有都要問下 ADA 啊，咁嗰啲航運股咪炒完啦？你睇下啲1919啊，哇，去翻10蚊真係慘啊！咁連下 ADA 嗰只2343就跌少啲啦，不過都係差，都係慘喎。不過其實都係3.幾，今日都跌咗5%。甚至乎 sportswear 係嘛，即係我大家問啦，即係李寧啊、安踏嗰啲都弱嘅。不過其實講真，呢扎啲走勢近期都係弱咗啲嘅，咁適當都減咗啲。不過減極咁大跌嘅時間咧，都係好痛下嘅。不過如果你即係認真咁睇港股咧，就另一個分法咧，即係除咗你話強勢弱勢，即係有啲 rotations 之外咧，其實嗰種就另外就見到其實都係啲上游下游嘅 rotation 嚟嘅。上游就係首先講啦，其實某程度啲航運啊等等都係啲上游啲嘢。係今日其實啲真係仲有啲表現嘅咧。其實就我自己見到，都係啲除咗之前弱勢啲，你話即係好似啲科技嘢之外咧，其實譬如你下游啲嘅，即係譬如話之前我哋有略略講過啦，即係茅台啲消費類嘅，即係呢啲就唔係上游啦，叫做。
咁啊，其實就開始好啲嘅。之前早兩應該阿 Son 有講過，譬如話啲中免啦，咁啊唞咗幾日，其實中間有啲好消息嘅，翻嚟都得嘅。譬如順豐呢啲都同即係同上游冇乜關係嗰啲咧，反而就有運行。呢啲不過之前都係即係究竟係整體就係啲即係純粹炒弱勢股，還是資金就覺得即係之前炒上游加價嗰樣已經玩完咧？咁啊，即係呢個就呢個我覺得俾多一個角度。俾大家參考一下咯。咁啊，跟住我想我記得今日有啲問題咧，就係、是、比較 relevant 嘅，想我留翻多啲時間答一答啦。不過我答之前咧，就我都叫咗阿 Ada 同阿 Son 咧update 少少嘅。第一隻當然關於就6098啦，6098就幾叻仔嘅，即係依輪就本身又好弱勢，突然間開始變咗強勢嘅。咁某程度可能即係其實啲地產內房又未開始好翻曬，你見到今日啲即係內房債仲係爆緊煲。不過某程度咧，好多內房商即係之前受拖累嗰啲咧，有啲曙光啦。即係6098當然自己叻仔嘅，好多收購啦，甚至乎平保啊嗰啲，之前都係俾啲話很幸福啊，啲地產嘢拉實落去，都好似開始硬淨啲。不過當然啦，即係可能平保啲嘢炒埋減息啊呢、這個降準，唔係降準啦、啊。即係呢啲，即係可能個貨幣政策上高有啲轉變啊，某程度啊，咁啊，當然啱嘅。阿 Ada 先提，應該加息啲先對啲保險好啊。不過 anyway， 整體我自己觀察就好似之前俾啲內房拉冧曬嗰啲咧，就其他嗰啲可開始好翻啲嘅，但係內房自己咧就都係流粒地啊。不過重點就係阿 Ada 就會講一講咧。呢、这個6098最新一個比較即小規模嘅收購啦，不過都日日都有啊嘛，咁都係好咯，即證明咪一單半單做下樣啊，真係趁出邊立立亂就開始嚼下人哋咯，咁啊好，我唔阻阿 Ada 啲台詞啦，交俾你。好，謝謝何總。今天講一下那個碧桂园服务的这个第三笔收购应该是这个月的，它是收购了一个叫安徽成和的一个物业公司的100%的一个股权。所以说这个收购我简单看了一下，我认为这个价格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它这个我简单计算了一下，这个 PS 大概是在 1.57 倍，然后这个 PE 是 12.3 倍的一个 PE， 其实就是大概跟行业的这个平均值比较接近。然后这个收购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规模比较小，这次只有2多亿的一个支出，所以说这个就意味着碧桂园还有85亿的一个剩余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应该说碧桂园的现金还是比较充裕的，这个将来可能还会有收购，我觉得不按这个趋势来看。然后这次这个收购的这个物管面积大概是 15.7 million 的一个 square meter 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增加了比它之前的在管面积提升了 3.6 左右的一个面积，所以说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收购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 PE 其实可能我一开始可能想的会再低一点，因为这个整个价格不太高，因为其实它上一笔这个就是从彩生和那个收购其实只有10倍的 PE， 所以说这个后续还是看一下这个发展吧。然后这个收购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描述，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是这次给碧桂园服务提供了一个是所谓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公司它收购的这个安徽成和好像在这个环保方面是有一些的这个布局，所以说这个可能一方面是给碧桂园服务在这个安徽这边的有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延伸，第二个就是在环保方面可能会给碧桂园服务一个补充吧。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 momentum 应该是不错的，这个碧桂园服务的这个趋势收购，所以说大概是这样，所以总体我是比较也是看好这个收购的。然后第二个还想说一下那个可能迈瑞方面有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我看到他好像是这个管理层这边是有说这个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他在这个安徽的集采和这个新的这个有一个在跟南京的这个政府在谈集采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话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集采的降价幅度大概是30%-40%的一个降价幅度。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结果是不错，因为相对之前像爱康那个当时那个骨科的集采降价幅度是80%。然后这个市场的解读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所以说最新的这个 IVD 集采然后是30%-40%，我认为应该也是利好的吧。但是我看迈瑞好像今天股价表现比较弱，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它这个将来在月中的在这个月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叫大股东的这个解禁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市场比较担忧。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叫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排行榜，在这个全球的一个排行榜
就是它不是一个官方的，是一个第三方机构的，但是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好像迈瑞的这个排名好像没有上前100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市场会不会是有一些反应，但是这个我认为可能是跟它这个地理还有它的这个排行的，它只算医疗器械不算 IVD 可能有关系。所以说我的解读可能市场会有这方面有点 concern 吧，大概就是这些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唔该晒阿 Ada 啦。咁啊，系又要我咪广东话，讲一讲个懒人包，个懒人包6900咁啊，细规模收购啦。我自己解读都系 OK 嘅。咁啊，今日嘅股价都其实某程度反映咗啊嘛，即系都几犀利，其他啲物管都麻麻地。好，咁跟住就到阿 Son 系咪？阿 Son 就讲下今日嘅顺丰又有啲叻仔。咁就交俾讲啊。今日受顺丰就升咗大概5%啦。咁其实最主要咧，我自己觉得就应该系因为啲即系11黄金周啦，入边出咗一啲数嘅。咁呢个其实就今日朝头早嘅时候就出嘅。咁就我自己觉得啦，即系睇翻呢啲数咧，其实系咪话真系好劲好强咧？我觉得就唔系嘅。但我觉得就系整体 in line 啦。即系如果你睇翻呢个就唔系顺丰 specific 顺丰啦，讲紧即系全国整体嗰个快递喺10月1号到10月7号呢7日入边佢哋嗰个数量啦。咁見到其實就大概係啱啱10億左右啦，咁而且一件啦，咁啊 year on year 咧，其實就升咗25至28% 左右啦。咁我 check 翻咧，其實如果睇翻整體佢哋每個月出嘅一啲數咧，其實都係 in line， 即係如果你睇個 parcel volume 嘅話，其實7月到8月嗰啲數咧，因為淨係去到8月啦，9月就應該過多1-2个礼拜之後先出嘅。就應該成個 industry 個 growth 個增長應該就係啱啱25至20多%，所以其實。即系睇翻25至28，其实都系 in line 如果你成日睇呢个数字嘅话，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可能要呢度就冇提到嘅，但我觉得就可以讲下就系整体嗰个 ASP 啦。咁因为如果你听翻我之前有讲过八月份佢哋嗰啲industry 同埋佢哋每一间公司嘅一啲 data 咧，其实八月份嗰个 ASP 咧整体其实就有回稳嘅。咁就 year on year 咧，其实就收窄咗好多，都系跌嘅，但系就跌得冇咁金咯。咁即系不论系 industry 嚟industry。嗰、那個數去講啦，亦或係順豐啊，或者係通達呢啲公司咧，其實依樣嘢都係叫 OK 嘅。month on month 就正數啦。如果大家有聽翻，即係可能圓通就係首次 month on month 過往呢3年入邊，唯一一次就轉翻做正數。其實最主要就因為之前有講話九月份就上調佢哋嗰個終端嗰個派送費用嘛。咁其實最主要就因為嗰、那個即係、就是、快遞小哥啦，佢哋啲合法權益啊，保障翻啊，咁所以就終端嗰度就調高咗，大概係1毫子左右。每一个 parcel， 咁所以其实如果睇翻即系按佢哋每一日即系快递小哥去每日平均应该系送200件左右咧，其实每月咧一个快递小哥咧就应该系会有500至1000蚊嘅收入啦 ，extra 嘅系咯，咁所以整体咧其实我见到咧呢一篇文章咧去到最尾其实都有特别去提到即系呢度系话即系以往我记得好似系年头嘅时候就讲话即系喺新年嘅时候啦，又系就地过年啦，咁所以就变相就喺嗰度就可能有啲剥削嘅一啲情况啦，即系 OT 啊，可能又冇补税啊，嗰阵时就成日讲呢样嘢。咁所以，但係今次咧就冇，暫時未見到呢啲嘅情況啦。咁同埋即係政府都有出面去講啦。咁就即係based on翻即係之前嗰個合法權益個保障啦。咁所以係而家即係快遞成個整體嘅行業啦，其實就開始就唔係即係繼續打價格戰啦。咁而家算係可能算係叫一啲 quality 嘅一啲競爭啦。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亦都係有利翻順豐，因為大家知順豐就係專係打啲 premium 噶嘛。即係可能一啲經濟件啊，咁同埋一啲而家就轉打一啲 e-commerce 啦。咁但係 e-commerce 佢整體嗰個 ASP 其實都唔係，即係都同佢哋通達其他公司都仲有一段距離噶嘛。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即使佢哋加翻價，你嗰啲通達公司可能都仲係講緊即係個幾倍 parcel 噶嘛。咁但係即係你話順豐嗰啲其實係即係至少坐底都3蚊起跳，所以就會有啲分別嘅。咁所以質量就開始就我自己覺得會 prefer 質量取勝嘅一啲公司啦。咁所以順豐今日就叫做得唔錯，係最主要因為呢個原因係簡單啲。Okay， 不過我自己覺得即係順豐都要一路觀察下嘅，即係嗰個競爭情況嗰、那個去到最尾都係今年殺落嚟都係因為俾人哋即係成個行業競爭大啊，拖低個價格啊，成本上漲咯。咁啊，要行翻大運，即係要多啲嘢配合下。OK， 咁啊，唔該曬啊，阿 Son。
咁就直接跳去答下問題咯。我見到今日有啲問題咧，仲要咧個個都係問 Ada 喎，唔知點解，因為因為琴日 ，OK， 好，咁就我睇下先，就應該我係應該答呢個先係嘛？就講下，哎呀，有啲人幫我答咗話，阿 Kelvin 講阿 Kelvin 講嘢要興奮啲 ，OK， 咁 Kelvin 梗係冇我咁有演藝細胞啦，咁就我明白嘅，咁啊不過俾啲機會啲同事學習下啦，好冇？咁啊。答一下 CHL 呢个嘅问题，海吉亚就做放射嘢啦，爱尔眼花做眼科啦，通察就系做牙啦。边间护城河最高实力最强？差唔多，我觉得。不过你问我啊，我觉得爱尔啊，通察即系个规模始终大啲嘅，咁亦都比较快同 scalable 一啲。我今日你見佢即係幾間咯，咁但係睇下你睇即係發展階段唔同，呢個發展階段唔同。咁我今日就想象空間會再大啲，呢啲已經好明顯龍頭同埋即係嗰個市場化比較高啦嘛，咁樣咯。咁三間都係好嘢嚟。啊啦，係啦，九八就 OK， 就問要阿 Ada 出山 ，Ada 出唔出山啊？OK， 我最問問下對講下對債息嘅睇法，會唔會卡住一厘半上唔到去？如果卡住，匯豐仲博唔博得過？咁嚟緊飛龍會唔會好似之前咁對啲債息冇乜影響？哇，咁難嘅你啲問題，所以就唔收好得答啦，太難嗰啲唔收好得答。呢、這個對個息，如果塞住喺 1.5， 咁佢就梗係都會。徘徊啦，咁而家要繼續上佢先會繼續升啦。咁呢個 part one 啦，咁你話我有咩睇法？咁之前我都唔覺得啲息應該跌翻去 1.2 嘅，但佢都跌翻去 1.2， 所以我嘅睇法唔係好重要。跟住就係呢個 non-farm payroll 嗰、那個，咁我諗都要係真係扭轉到大家對 tapering 嗰、那個。嗰、那個預期先至會有影響咯，你少少嘅 surprise up or down， 我覺得都冇，而家都唔係好大影響。Unless 你會覺得哦，一係衰到係我唔會 taper 嘅，咁就好大影響啦。咁other than that都我覺得小 surprise 係唔會大，會有大影響。我補充，可唔可以補充？好啊，補充就係、是、飛龍咪真係聯儲局會睇嘢咯，咁就真係會影響到即係、就是、聯儲局嘅行動嘅，咁嗰啲就會間接反應，即、就、係、是、會明顯地喺個債息上嗰邊度。好，唔好意思，突然間偷偷地飲杯咖啡，收埋音俾啲朋友睇，唔好意思。阿 Lucy 說話中概股大反彈，只為下一次下跌做準備。我見到昨晚就彈得有啲虛嘅，但係整體啲中概股仲係咪真係有得跌㗎？即係正如我其實大家知道，我近期對啲科技股咧就冇之前係咁淡嘅。雖然我都覺得都係弱勢 contrary 一啲，所以你見我都加翻呢個近期。咁啊，如果再你問我有冇再加啲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再強啲咯。Okay， 不過而家啲強弱咧都好快，轉得好快，所以都唉都係辛苦。跟住啊，呢、這個我覺得幾有 insight 嘅。阿 Louis 話天然氣喺2008年尾都係爆升，即係而家咧個走勢真係同2008年好似嘅。咁咧就係啦，你見到恆指啦、S&P 啦。咁如果第四季都係咁咧，就真係 low IC 啊嘛，大家。不過港股如果係咁嘅，港股係相對好啲嘅。OK， 不過真，如果大家除咗睇個恆指，你記得2018年就係、是、個指數還好啲嘅，其他嗰啲都係絲還片嘢嘅。OK， 啊，係咪因為大家黑雨下就唔使翻工咧？多人睇咗，同埋多人俾緊 comment。好。半導體又唔精神，是大家跌咗8隻。不過今日好似摩根士丹利咧就推一推只士蘭，不過只士蘭都一推唔喐啊。OK， 跟住有邊先話好得意，269要準備定鬧啊？唔知喎、啊，我都冇鬧，上次跌落嚟。
如果今天有都話啲人都要跟，即係 Apple 睇啲麻麻地，嗰日係咪跌到115蚊？我都冇留，結果112蚊，唉。April 就問外圍股市高位震盪上落緊，中港股市會像2008年前後一起谷高散水嗎？哦，而家我覺得同2008年就好唔同嘅，暫時。政策提前打落嚟，做唔到提款機而吸引外資流入中港股市，一升一跌嘅情況。啊，即係好，即係我覺得咧，第一依個成日好難講嘅，但係我就認為一港股依邊咧。其實折墮就係折墮差不多噶啦，要沽咧都沽得七七八八，咁捱下咯，24000呢啲位，我自己係咁睇嘅。咁但係當然個問題就係唔係淨係即係中間，即係你個難玩嘅就係啲嘢轉得快啊嘛，而家即係好似你譬如24000都係咁嘅呢啲位，但係即係得閒就可能係炒放水啲內人喐下，一閒得閒咧就啲科技股。就跌得差不多，有啲好消少少好消息就喺夾下咁咁嘅狀態咯。係啊，咁啊，今日就你有啲強勢股俾人沽出嚟，咁其實啲即係比較重要就係究竟邊啲嘢得咯，就係 overall 個指數就算好似即係掉翻轉，好似2018年頭先咁講啊，即係港股已經跌得差不多，咁如果美股真係跌落去咧，都會係咁要嚇一嚇嘅。正如我成日講話，2018年。撳個圖出嚟先啦，即係恆指2018年都係有一下噶嘛。OK， 即係我印象好深啊，都係見咗底噶。我都話其實好當日見咗底噶啦，2019年9月10月好差，即係同而家希望而家都係咁，差完跟住彈完都要跟一跟美股落先再彈翻上去。好。但係依個真係抵嚟嘅，冇錯。嗰陣時美股未跌。阿九話出 OK， 我今日個市應該見底，因為下午停市。今日嘅底啊 ，sorry， 第一就係下晝係有市嘅講緊。CK 媽就話之前就即轉咗一半9988去700，好後悔冇轉曬。咁應該 OK， 係咪都係應該？系啦，应该700都系跑赢9988噶。喂，今年 year to date 9988都输咗30几，真系惨。不过咁大只都惨嘅，不过系弱势，大家都知嘅。我见到9988依两日升翻啲，应该继续转去700，正睇定啲。嗯。咁。即係9988真係已經好折墮嘅，我都話。咁所以之前我就講得容易啲啦，你就揸住只9988，咁我冇揸住9988，我就揸住只700，咪繼續轉啲咯。你驚冇一半，咁如果即係好慘喎，你即係我而家叫你轉埋佢，一間只9988突然間彈20%，你又想攞把刀劈我啊？咁講真，你唔守都守咗咁耐咯，你咪睇下點咯。咁我覺得个形势就你问我，我都宁愿系啲麻波正700好过9988嘅，系啊。咁甚至乎，其实阿桑近期都同我讲，游戏版好又好似好翻啲喎，系嘛？你见啲 Harry Potter 啲 game 又玩得几好啊，成个游戏板块又好似好翻啲啊。咁你话，即系9988、阿里巴巴，除咗好残，跟住阿 Charlie Munger 买下之外，咁即系 underline 系咪有好多嘢可以遐想下咧？暂时。即係估值就真係開始變得吸引咯，再講，即係形勢，即係走勢又開始好似硬淨啲，但個形勢又唔見明朗，變咗就係難估啲咯。不過而家個市本身所以都難估嘅，不過依個我覺得更加尷尬咯，係咯。咁啊，約咗咁耐，突然間好翻少少，又好似又個信號又唔好強烈咁。咁但系呢两日强势，我即系叫你唔好追，又好似好怪咁嘅，系咁都弹咗10只，但系
係啊，可唔可以唔答唔正面回答呢個問題？好難答呢、這個。但係我自己只可以講，我係冇揸住九九八八嘅，我公道啲，你參考一下啦。我又唔識建議你，因為我不嬲都唔係好建議人嘅其實。不過那次講過下又好似唔再 follow up 又好似唔係幾好係嘛？我盡大人事啦，呢啲唔敢答，即係冇乜信心答，或者唔係好明確咁答，我覺得就唔好累你啦，唔好意思啊。阿 Kelvin Lau 就問好多講眾內地會沽電力管之後會唔會違法？之後先算咯。而家可以即係其實佢都可以開始大家應該大家都預咗要會還嘅咁啊，不過今日突然間全部嘢都還得咁勁，大家有一啲哎呀中伏咁喎，係啊，即係咁升得多嘅嘢總係會回翻轉頭啦。即係最好就係升嗰時大大注，跌嗰時細細注，理想係咁。實際上當然就升嗰時同埋跌嗰時個比例唔啱咧，就好痛苦，爭頭蝕尾，究竟成條數圍唔圍得到？阿新文章就話。今日個市應該見底今日個市唔見底，今日個市下晝唔停市，唔停市仲大鑊，繼續俾啲筆水沽嘛。今朝九百幾億咁啊，繼續沽啊，慘淡啲。好得就同啲夥計 high tea， 我哋好少 high tea 嘅，不過中意食下下午茶咯。所以轉翻紅魚啦，咪而家 OK。OK， 阿 Like 今日冇炒，冇去 IFC 啊，咪大魚得滯。可以傾下偈嘅，好啦，多謝啊！大家都講，即係 clarify 下，下週繼續開始嘅，記住。阿 Mac 話：港股疑似這般，實在無話可説。正如閣下所說，生不容易，死不甘。做交易是找死，不做交易是等死。唉，慘慘啊！關埋八號就可以收工，好慘啊！今日啲小朋友啲翻學，即係我見啲家長都覺得，哇，又要～湿滴滴，跟住又要噏病你咁啊！唉，真系惨。呢期阿 Fan 好似好过 Upstart， 点睇？唔识睇嘅研究员，得个睇字。跟住问，点解今日2269咁弱？问得好。其实我都唔知道有咩具体影响间公司新闻层面，我觉得就冇嘅。阿 Kelvin 嗰个零头。咁只可以講，即係簡單揾藉口，咩強勢嗰啲沽下咯。不過其實講真，269都係轉咗弱嘅，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跟住叫我好得唔好唔開心咧，睇下呢度幾多人支持你。咁啊係，你又講得啱。咁啊氹翻我咯 ，OK。筆水係禍水。咁又唔係，講真有多即係你炒中嘅話又好開心啊！琴晚阿清姐同我做節目，咁琴晚大家有冇睇啊？即係我同阿清姐唔係喺新城喎，今日係喺幫 SFC 下低嗰個投委會啊，幫 CFA 做下嘢咁啊。跟住佢話啊，都唔知幾開心啊！阿清姐話佢買中只快手，跟住就入咗筆水就賺咗一陣喎，係咪？所以有時筆水都幫下你嘅。269就曾经讲咗啦，我都唔知咩事，除咗系比较弱，咩位可以买入？我买嗰时候话你知啦。其实跌唔一定有原因，有原因可以反映翻啲口福啫，都系。其实我咧个俾一位高人指点咗，即系当然你见啦，浩德成日都好科学实证嘅，不过有时揾唔到理由就揾唔到理由啦，就唔知咯。咁有时啲嘢可能系有理由。不過你又比較慢或者比較蠢，就唔知道，又或者係冇理由，咁你揀揾啲理由，咪揀作戰自己咁係咯，即係係啊。咁當然人係個理性嘅，希望每樣嘢都有得解釋下，但係有啲嘢都係揾唔到解釋嘅，都要接受呢樣嘢。如果唔係就好痛苦。有冇覺得體育板塊暫時啲炒完？我覺得啊，走勢冇安踏、李寧嗰啲都見到啦，咁佢走弱咗，咁咪食下烏走咯。好得唔直播就升七八點，好唔俾面。其實唔係嘅，佢懶得去升，我就可以射波嘛。你都唔明嘅，升嗰時大家心情好啲，唔使話頂住，都係跌市啊。阿布下司機咁表現嗰時，唉，呢啲嘢就我眼食啦，大家都明啊，我慣嘅，唔緊要，係嘛？
987 OK 话，其实个指数都系由高位回落咗400点咁滞，不使放完假就有韭菜干。OK， 系啊，难揾呢一日，揾啲嘢藉口赖下嘅。好得推低个指数，咁不如咁啦，好得唔翻工系咪会好啲？我成日都叫 Ada 放假 ，Ada 放假应该好啲。我下个礼拜。好，跟住问啊，请问外险股系见底定反弹？我唔知喎。不過我覺得好似平保有啲見底，就正正我頭先講。平保應該係因為華夏出咗嗰個係啊 restructuring 啊 restructuring 嘅方案，咁佢今日開翻又升又 limit up 咁，所以就帶起啫。好係咯，咁我之前都俾嗰俾啲華夏福啊，俾內房都拖冧曬啊嘛。不過內即係整個內房咪搞掂翻咧，唉，我唔知道，我都係。唉，食少多教訓。對於內房啊，息口已經低無可低，咁啊，而家開始向上添啦。銀行、保險股價都係低無可低，咁又唔係喎。咁呢啲匯豐都開始有翻啲力噶啦。未來趨勢息口向上，我認同嘅。而家投資翻啲五號、二三、一八，係咪好穩陣？對嗎？我就唔覺得係好穩陣，不過我就有投資翻啲五號同埋二三一八啊，依、這個好少講啊，即係我哋都見到只二三一八咁耐都幾折代嘅，咁啊試下投機一下咯，我自己。成腰下星期 Ada 出山搞個市，講咩都冇所謂。你話 Ada 你話嘛？啱啱先個黑鬼拜休息一下咧。唔系，你唔知道我哋嘅绝招一系话我出声嗰阵时会唔跌，但系终极嘅绝招就系我放长假嗰阵时个市系会爆升。系啊，好惨，有翻转好多就好惨啊！次次好多一放假个市就跌嘅，所以就唉，所以琴日一趁个市升，即刻射波唔做个节目，搞其他嘢，讲笑嘢。跟住二六九系咪全要批股，净系有咩话消失 day 咁啊？批股又应该都差唔多噶啦，以佢个频率嚟计啊，我唔会觉得好出奇咯。你睇两个月有多啦。嘅、okay. 想问一季收一次表现费咪好平常？先翻去到年尾收先，年尾先收咁好，嗱系啦，即系 factual 嘅就系私基金就系、是、年尾有高水位，即系帮客真系赚到钱咧，就有得收嘅。咁你越收得密咧，咁就理论上就对个基金经理好啲嘅，因为你上上落落，咁你收咗先，跟住择数，你未 hit 到个 hard mark 再唔收住，但系就系咯，咁要公道啲咯，咁嘅但系坊间都有啲系一季一季咁收，我都见到嘅。咁嗱，咁样咧，大家咁样相对底下，咪觉得好得好公道咯，个人系嘛？你其实系曲线格赞我嘅，多谢你先。OK， 咁如果日日收咪仲过瘾啦，大家接受唔到啦，系嘛？一年收一次咯。如果大家接受到一季收一次，我改一改啦。不过我觉得就即系譬如好似我成日都叫啲投资者要睇长少少啦，系嘛？咁有好嘅日子，有唔好嘅日子。咁而家即系而家我咁样讲，又好似搞笑啲嘅。不过又真噶、哦，即系你即系买一个基金，系咪应该睇几年呢？咁如果你睇几年，咁你咪一年先收一次咯。咁我又冇叫你去炒基金，咁如果炒只基金，梗系逐季买单好啲咯。咁所以你定立呢啲咁嘅收费标准，其实一个整体都应该反映咗你个心态，同埋对啲客嘅 expectation management。我自己觉得系咁，即系如果唔系，你又同啲客话，有咩事拉长啲睇，投资买拉长，结果咧转头就不停咁收，默默计啲 performance fee， 又好似。唔好均真，不过依个世界唔需要太均真，大家中意炒完先算，我都明白。不过睇得我哋依个节目嘅，我都觉得有翻咁上水准，都明白我讲咩啊嘛。均真啲，大家开心啲，先有一种长期嘅关系啊嘛，真系。
想问一下美股 ETF 有冇即时嘅 NAV？ 香港 ETF 上翻个官网都睇到，但系上美股嘅 ETF 官网就揾唔到实时嘅 NAV。你问得好。香港咧系应该系证监会嘅要求嚟，所以一定有。美股可能是没有这样的要求，就是这样解。嘉里物流拍住只顺丰 go go go， 哇是啊，啱。咁同埋依家揸住佢。A 股嘅情况一样，之前强势行业用咗两三个星期跌两三成，系咪要转风格？转翻啲弱势股博反弹？我觉得今日好明显个风格系转换咗嘅。咁好強勢嗰啲就好慘嘅，所以我都好慘，心情唔好今日。大家安慰下我啦，今日要多啲。OK， 我認為中概係轉勢，唔係死貓蛋。OK， 咁我覺得就大嗰啲持續要去翻好啲先啦。都係嗰句啊，一日彈現世啊嘛，大家知道。想问1177点解咁弱？其实整个 healthcare 都好弱，系咪？咁啊，但系1177有冇 specific 嘅理由咧？阿 Kelvin 有冇啲嘢可以分享下？咁1177你见到其实佢一直个业绩都唔系真系好好啦，因为佢被嗰、那个俾嗰个大型采购影响啦，咁多年嚟，咁佢转型又即系转型嗰啲产品，你会唔会觉得好有睇头啊？但系即系就唔系咯，咁所以。即大家就冇乜兴趣啦，对于港股嗰啲 pharma 股嘅话，咁就你见到其实美股嗰啲 pharma 股都系有下啲 covid 嘅 theme 啊，大家先会买下咯。如果唔系都系好闷咁样走。咁尤其是而家大陆买即系买包踢买 healthcare 嘅，都系买啲有股仔，即系。又睇头啲，咁所以你话1177而家系有 covid 嗰个嘅 dim， 但系佢实际系一个投资咯，系投资科兴嗰个公司，咁佢自己都系咯，咁所以就长远嚟讲唔系真系咁吸引。暂时闷啲咯，不过其实成个 healthcare 都好差，系话佢啲科兴疫苗系咪全部都捐冇钱收购？唔系啊。就有啊，有钱赚啊，有钱赚，有见到佢噶，系咯，你见到啲数噶嘛？限电冇公开，系咪应该利好餐饮馆？金毛膏仲跌咁多，其实奇怪，因为其实德国内都清零咧，都唔清零，即系个至少嘅疫情真系好翻啲，谂住呢啲都得，点解今日都系？我见到晏昼头先中午嗰啲时间，有啲新闻讲广州嗰边嘅消费啊，或者系餐饮啊，或者系旅游嗰啲住宿嗰啲数字都几好，所以我都唔系好明白。Kevin 做直播个市升得多，多啲揾佢做直播，好。好嘛 ？Kevin 苦笑，有啊，乜都俾佢顶晒，佢好多嘢做噶啦，已经就系做坏佢身体嘅，唔好。不过几好嘅，有少少射波，射咗俾阿 Kevin。请问浩德，你金融顶八通常要几多 percent 市？如果市啱方，系咪升几多会再加？咁你自己注码冇所谓嘅，但系我通常都分几注嘅。咁同埋我都要限，即系受。个即系啲股票，其实即系你得几千万成交，其实都好难搞啊嘛！对我嚟讲，央央又问 confirm impact markets， 咁而家国内 A 股就话实系咁嘅 ，settle 会推升 again and again 都可能系，而家所以杀得好，啲嘢咧即系 momentum 得好紧要咯，都真系。阿 Paul 就问着开咩跑鞋？我通常近即系早年就系着Asics 咯，而家着 Nike 咯。我都买一对 Adidas 噶，不过我都系最中意着翻 Nike。啊，你安踏嗰啲我都有着过噶，真系嘅。9988呢几日几硬净，觉得 ATM mix 我知见底未？考虑交注吗？我啊觉得个 upside downside 就开始好啲嘅，系啦。所以我覺得今次塔都有講過呢件事，但係即係始終係未
都唔係強勢咯，只係可以見一底，即係咁啊見，即係博見底就係個穩陣度唔高，不過個 upside 大啊，大家明白。00390咩噶？就即係390係嘛？五蚊有貨，謝謝。我唔答呢啲問題噶。支持好得 Mike， 多謝。Any update on shipping？ 特別係1308好 underperform。Ada 講講啊。我冇睇啫，308，但係應該問下 Larry 啊嘛。但是你说 D shipping 就是都是之前讲的那个，你看啲价就冇乜嘢嘅，都仲照升添，尤其是 BDI 是9月10月是爆升添，但是个股价就插晒落嚟咯，咁大家个预期开始转咯，咁所以你就算个 underlying 仲喺度压紧上去，啲股价都唔同。不知道誰開個新名字，得得豬，挺有趣的，楊太老公，好開心。如果年尾基金表現比年頭低，會否扣表現費？會否扣表現費回比客？就沒收，就沒收表現費了。那是否更公平的做法？那我做嚟做乜？咁我都要食饭噶嘛，我唔食，我啲同事都要食嘅，咁你就系、是，咁就系、是，即系点咧？即系如果即系我好难理解喎，系咁。不过真咧，即系呢个唔系我定噶嘛，个行业都系咁嘅，所以美梗系唔系好完美啦，系嘛？咁即系究竟几时收个表现费？当然可以有唔同斟酌嘅，咁但系。即系而家一系就个客赎回，一系咧就系即系一年解一次咯。咁就唔系好完美，不过呢个世界就唔好完美啦。但系你就系要平衡个客人嘅利益啦。咁基金经理都要食饭噶，系嘛？咁就系咁。咁啊，唔知啊，个世界可能会演变，可能觉得，甚至乎而家都计，大家讲连保险费本身都唔应该收啦，系嘛？都可能有个道理嘅咁啊。Charles 咧就几好，每日都支持我哋，多谢。再唔请人帮 Kelvin 就俾英常刮走，叫走。希望冇啦。哎 ，Nicky 嚟帮下手咯，好。英常 top one 系科创，请问有冇研究？咁你咪问下佢点睇咯。咁我都觉得sorry 创科即系6699啊，唔好意思啊。系69，咁都系好嘢嚟嘅，我觉得。李新想跟 Kelvin 学嘅，跟住李新想跟 Kelvin 朱学嘅，Kelvin 真系开心喎，真系笑一笑啊，即系有时你哋好似呢啲好简单一句说话，其实都可以鼓励咗我啲同事噶，讲多啲 OK。135可以归纳燃气股 ，any comment？135唔系燃气股系咩股啊？有上有系咯，固然系哦。燃气应该已经勾掉咗。不过即系最 direct 嘅，梗系嗰啲China Gas 啊、ENN 啊。OK， 哦，有冇着过呢、這个？冇喎。我有啊，你有啊？等等 ，Ada 有。我唔系跑步咧，着嚟我开始嚟行街嘅，所以帮唔到大家。都系美国，美国比较流行啲啊。我就冇啊。2331头汗味都会转弱噶啦，认命。因为基金已收管理费，应该有上有罚对吗？唉，咁当即系当然，你用紧 perspective 就觉得系咁，但系调翻转，你啲人又讲，唉，如果啊个基金经理就系收你管理费，做有36唔做有36，咁佢使乜帮你搏啫？佢花啲时间去做 marketing， 去 raise 多啲 AUM 好过啦，使乜爆表现啫？即系你要明白一件事系即系好立体嘅咁样咯。咁话讲真，都系嗰句，即系
表現費呢件事，就好多人都俾到開心添。我最早做佢屋企曾經試過研究一次咧，就話唔收管理費，淨係收表現費得唔得？啊，有啲客又唔中意喎，好搞笑喎！你我先聽過下啫。佢同我講話，咁梗係唔好啦！你淨收表現費，咁如果個市差你冇表現費收，你管理費又冇，咁你咪好快玩完，咁你咪唔得咯。咁你如果真係一個長期嘅投資，你唔應該有咁嘅漏洞嘅喎。咁即係所以你睇啲客係點樣諗呢件事咯。即係有啲客就係諗，哦，佢個基金不如賺咗幾錢，佢但係有啲分住，有啲客又好搞笑喎。佢又真係覺得要揾一個基金經理，佢本身成個 set up 係有一個好長期嘅諗法。咁所以，唉，百米養百客，冇話好絕對，我想講。唔止二六九，其他三七五九啲 CRO 都突然間揚，係啊，花無狼嗰啲啊嘛，見到。阿迪都話：希望唔介意你嘅問題，我唔介意啊。不過我只希望你都唔介意，我俾一個唔係好完美嘅答法你，係啊。咁，但係認真咁講，你無論唔同嘅 pricing scheme 都好，咁市場係自由噶嘛，啲人會揀噶嘛。即係當你發覺你個你啲表現費、管理費個收費模式有問題，咁啲客就會質疑，咁就會影響你嘅需求啦。咁所以就係咁，係咯。呢個都係個市場會調節嘅。OK， 好，跟住我繼續講啦。個市好似繼續跌，所以咧。讲咁嘅讲啊 ，OK， 睇反咧出心嚟呢边，大家记住要啊，我琴日睇完啦，系咪大家要记住 CLS 啊？唔系讲错，记住要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一下，系啊 ，CLS 我啱啱学嘅，我咪好 out 啊，唔好意思。不过既然我学咗，我就话，大家记住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一下啦，咁啊，同埋都支持下 Finance 730啦。好，今日嘅时间，仲有一个问题，唔好意思。请问有冇跟进华领医药嘅糖尿病口服药？有冇啊？冇啊！佢Kelvin 话冇喎，咁佢望下有可以同你讲。二六九又准备一成，我系我跌七只，真系惨啊 ！OK， 好啦，做嘢啦，冇心机啦，睇下啲股票啲人放权放成点先。OK， 睇翻个样。OK。咁就今日黑色暴雨啦，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唔好揼湿啦，唔好病啦。咁啊，下个星期翻嚟，希望个市好翻啲啦。希望只二六九唔好跌一成啊。OK， 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啦。咁啊，星期一再见，拜拜。